你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我有急事。医院有什么事，你比病人还急。不需要转诊吗？他症状已经缓解下来了，我不觉得会有什么问题，所以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吗？ 天使玫瑰花哦，如何会生意哦？吼，都好搞一波平安哦。好，好。东西路有带吼，拜拜。拜拜。铁山。 去韩国一下天，那边不是只有那两个色，所以夏天嘞。你都去，我安尼好不？来都比东，分段时间语言，当你轻松做下班，有很多片，很娘哎。 趁我不在，把哥哥送到医院。小雪，我是哥哥。哥，你在哪？小雪，我在康复之家。哥哥想你们了。你要去？跟我切脑，跟我切饭，切脑哥哥哎。 想相扶，不是爱清清楚楚，有缘铭刻在心中。不是爱清清楚楚，有缘铭刻在心中。不枉来世路。 无意多一只家庭的内部，万人也无办法讲出佮只家庭的成员有嘛个困难。 Jane Austen。 那我的，这个不行。那我的，这个要干嘛？跳绳用。
要跳绳去护理站接。那么凶干嘛？因为我爸。方琪，那我们来帮你做安全检查哦。好。药已经帮你换过了，早上吃了之后还会痒吗？现在不会。这个是易正哲的，我想要送给妹妹当生日礼物。可以让我留下来吗？拜托。这不行吧？我帮你收着。好好休息。护理师姐姐你好，我是何方琪的妹妹，我是来见我哥哥的。方琪的妹妹？嗯。何医师呢？我爸爸在上班。护理师姐姐，我想见我哥哥。好啊，我带你去。今天没时间准备生日礼物，你看这个，像不像我们之前出去玩看到的花？像，我们什么时候再去？你跑来看我妈妈知道吗？当然不知道啦。你又多跑出来，小心被扣零用钱。你没有告诉家人。快点回去学校了，不然被妈妈知道就不好了。哼，我才生他的气呢，都没有跟我说，就偷偷把你送到这么远的地方。对了，哥，怪物还有来找你说话吗？嗯，你要加油，叫怪物不要再来烦你了。好。叫怪物不要再来烦我了。你用的土话呢？还是我一样的问题。你做嘛同小雪讲伊听奈？你用唔免唔伫伊的心？那无老去讲啊？甲小雪拢会离婚，伊输起奈？我哪会离啊？我惊他唔吞草丝，等我吞小雪带过来，佮酸的丝做清酸酸呐。行啦行行啦。哥哥，这些都是你折的吗？是哈，你是啊。这些都是易正折的啊，易正除了会折花，还会折很多东西哦，还有折动物那些。你们好，我是宇宙中的候选人丁权，记得投我一票，三号丁权，谢谢。这个送给你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你这样戴的，哥哥，你看我这样好看吗？你怎么让他在这里啊？这样可能会有突发的危险。我本来要把他带到护理站，但他坚持不要。我现在反而担心何医师来的反应。
好看吗？我觉得长得很可爱。老师，小雪呢？我要请小雪。我帮你拍照。耶、yeah.。啊，过来我看，我帮你弄衣服啦。哎呦，你衣服弄这么皱，去学校被同学看到会被笑哎。帮你弄好。哎，你去哪里做嘛呀？你做嘛该用啊？你用的吗？你都没提好搞，只有要来做嘛了。我想哥哥了。你在。哎，小雪的礼物。来进攻，莫我再骗阿妹耶！黑云弄来个车队，我不用。好嘞，好好嘞啦！太太都在看呢，跟阿娘冲啊，风雨莫做马街啊。马街莫阿娘冲啊！一天阿妹的时候，名人名气莫看到咩？风起老小雪天数，你有咋你会听听啊？中啊，我还要冲呢。惯，那你都忘，你都忘，你都忘。我说错了吗？就要被带走吗？看不到他。风起雾漫，雾漫的意思。好话啊，想讲的。你再。哎，放开他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啊，我爱你。风起，风起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哎，好了，小雪，好了。风起，不要看，师傅回来了。风起，不要，我爱你，好了，好了。风，风起，不要看。风起，好了，师傅，风起，风起，不要看。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也喊用你啊，我知无？放弃好点点徛起来，你等下怎走啦？好，唔走咪走。哎，你都在做马街啦？你小心咪好好诶，佮冇事情啦哈？你看，你同我听说上马街啊？那请你希望你共脱离，共脱离。嘿，牙齿唔共脱离，马街路兄牙也唔错，牙齿好结构，安尼可以无？你走。你又把你揍了，哎，小雪，哎，我爱你了，坐下来啊，啊，哎。潘谁啊？给你们看笑话吧，我太太脾气就是这样子。这我可以理解，何老师。不然你先回家，有什么状况我随时联络你。没关系，我等方琪醒了，我再走。小雪，小雪，你有事情吗？啊！
什么事啊？该去冒死啊！ 你今天没去洗掉啊？你怎么搞啊？哦，没啦。今天来医疗车，同去变个地包，搁了情况了。遐头上的笨蛋就会受电的，你用尾油拿去倒身哦。安尼哦，可能也禁唔通嘞。你遐在亲内个女空卡，还喺都禁铺啊？ 钱又失掉了。哎，你讲迄个重人啊？好啦，无毋通啦。若是要见上哦，也才警方制度，到底有歹个东西好收起来个？你讲啊，你迄边我解，总在本看到。 都唔拿，但要备份。Baby 啊，唔好离开我，拿条相片就唔会本人看到。听听你讲。 疯女人。
是我要说，你根本不应该碰，赶快去把相片拿回来，分手分一分了。反正他也不是真心喜欢你啊，如果真的喜欢你，又怎么用这种恐怖的方法呢？哎，再来一杯 double 的。慧萱，看包袱的走马干哦。看不出来哈，既然敢讲爱去反应，好啊，爱照啊，爱带小雪转位噶。事情敢有暗洋葱？嘿，敢有暗洋葱？如何爱录的，安尼做得无？爱恁你在我房去哦，阿不哩动态，爱咪想好好补偿伊啊。不过，伊不管博物个偏。你总是爱来的啊！来耶来耶！你有想过小雪吗？你敢没有想过家私饭伊有应用的吗？秋水池的事情啊，不会再发生的啦。我讲的不是这些事情啦。根本伊放伊对你动手，你敢讲我猜疑的我迄个哈？这应用的讲如何伊在说来耶？有因你。伊我有死球啊！你讲的嘛该发，佮伊骗人呢，佮咩受伤诶？佮发骗的时间咯，你是咧保证伊我有理智哈？发生了一道意外耶，佮到爱路远的下来，唔过爱真叫我惊啊！爱听你说嘛该啦，佮真叫唔会，唔敢第一意识条款讲爱试试。那有可能啦。本代唔想讲亚强事情呢，爱弟可能系真创亚强嘅，伊可爱可能也唔系安尼嘅意思。唔过假使系喏，爱系太硬爱做得报复起家，唔过小雪还暗色呢，安尼是得了解爱江苏么？爱唔系唔爱伊，爱过清醒未呀？爱是喺韩国爱爱的妹耶，何况你讲爱吃时候的啦，今日也两个人要嫌疑的啦。你，不是爱情情处处，目光来思路。条款讲爱试试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上次有些问题还没有问完，我怕你多跑一趟就过来找你了，应该没有打扰到你吧？不会啦，不会。先坐吧。哦。
今天比较冷，喝杯咖啡。哦，谢谢。那我之前跟你说那些症状，你回去之后有发现吗？是没有啦。不过发现更可怕的是。是哦。方便问是什么？想不到明星也有这种困扰。没关系啦，这方面我来找时间跟他谈谈吧。对了，上次你说你的室友被直播影片吓到，他是什么样个性的人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哎，就我很爱讲，阿伟会想要听他跟我分享啊，可是他好像就不太愿意说。兄弟，你压边都按了。你跟他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了。你可不可以再跟我多说一点那个康复中心的事情啊？我之前都没有接触到，觉得蛮新鲜的。是吗？其实我们那边很有趣耶，像这几天就有一个病人，他就说他想要选总统，选总统，然后叫我们大家把票投给他。他就说造势发作的时候，这种时候他不要延迟多久去做决定，现在就是属于他造势发作的时候。江江，俺给我困到。李兄，你做黑啥？直播黑啥？跟男朋友啦？李兄，我看到了，厉害呐！这个问题就是你前男友啦，给我安定讲嘿，每次都给一好啊，对你一有礼貌，没关心其他女朋友呢。其他女朋友要吃啥，应该就会健康的。哎呀，唔老给讲乜解嘞？唔讲乜解啊？主公在外跟朋友的事情，室友的事情啊，我该怎么讲？那天白痴多，后天我该怎么啷个讲？必修啊，你就老给分数哎，这么安样，全部都鬼用哎。当当然分数，咪做得做朋友的呀。你无想爱个看到佮，佮真认同定强。哦，好啦好啦，你要提点哦。做起来唔错啦，好冇？我老多事个去钱呢，老表人听我叫的，嘛该做先呢。拍死啦！拍死拍死拍死！太热了。唔过俺无天发，唔过俺现包个买不买？就好了，另外我妈给我讲的
还希望你转来。我看你，你那边呢？你会不会骂你啊？分手的。来，真紧，真紧动过伊。阿哥，有无正式讲过分开啊？ 没有，我想问你，昨天去哪吗？昨天看你出门哎、欸，我不要跟你报告吗？莫名其妙。我哎，等一下，你看，干嘛？你知道我在干嘛吗？在干嘛？我在乎你。哎、欸，不好笑吗？不好笑。不好笑。那你知道人比人气死了，蛋饼比蛋饼是什么吗？ 气死蛋饼！哎，比如说一直骚扰我吧。哎，什么骚扰你？我在关心你哎。你不发药，我去好了。啊，我去就可以喽。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在乎你，在乎你。 秋，老人讲你在好消息。哪个？你妈妈打坐做一摆夜的，也给你做唔好来添烦。有吃到空气变多，嗯，好香香的嘛。做啥呀？好啦，你莫烦了。 你炒菜啊？你炒菜啊？系啊。你多加少啊，记得打电话拨来呢。好啦。好啊，做。佮比手吼，咪就佮做。喏，遐唔认真做吼，遐妈妈阿面子哦，唔着摆用来装吼，对冇？唔是少啦，哦，佮康复中心哦，听说大堆人喺以后，以前好冇？佮同美剧有看过啊？做，咪其他都失分，冇一本你只有听你说吼，当简单啊。 你创办开始上班，唔知道佮人无正经。好，你要动心吗？好冇？阿勇，唔争吵。哦。我看到啊，好诶，动心好。阿哥，买去东的地方坐车啊！诶，这个靠车加油啊！嘿，有动静的护理师，特别小给本啦哈。哎呦，没啦。 用的啦！哎呦，莫连阿哥讲个有话无话啦，其他阿考试哦，阿比动态唔对啊唔对。做迄压力太，怎会才同伊讲法？是爆太闲哦，因在烦。阿亮讲哦，
人家头颅是当唔冇钱吗？你师妹那当人家个节奏吼，你就得按啥批哦，哈哈，都是吼，那我朋友抢就惨没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拿凳拿凳，你坐茶，你坐茶，你坐茶，妈。Impossible。哦，来跟你讲啦，你看孔夫总是冇请就请不到你嘛，简单啦。好了好了，冇同你讲啊，先走啊。我们收尾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让你认识一下各位伙伴，来，我们新的同事杨轩，他之前没有待过精神科，所以需要适应一段时间，请大家多多照顾他。可以自我介绍了。大家好，我叫杨轩，我是台北医学院护理系毕业的，在台大、荣总、北医都待过。我这个人哦，最大的优点就是非常热情。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于热情了。现在单身中，各位单身女性麻烦多多联络，多多指教哈。感觉才毕业没多久就换过这么多家医院，一定做不久。我带你去认识环境，谢谢学长。杨轩说你们两个之前就认识哦。哎，那介绍环境的工作就交给你了，分配的工作你跟珊珊讨论过后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跟我来。这个手机的那流不流去的耶、没个大本请进。先生，先生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说好那就按用下来。不会啦，出来不会没老先生娘有娘的吗？就是爱娘啦。不过前面我发现开间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爱啊，做不得关也先生娘啊。娘会讲吗？我嘛该啦。啊，错啦，那你要拜来，还有事情会老人讲。何医师，我们康复中心的预算有限，可能没有办法支付你住院医生的诊疗费。薪资的部分你不用担心，我的性质是义诊，反正我每天都会来看方琦啊。你们这里不是也缺一般科的助诊医师吗？是啊，话是这样说没错，不过来看病人跟住院医师是两回事哦。嗯，是。何医师，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我答应我太太，以后会把重心尽量放在她跟女儿身上。如果你们这里可以给我开聘请证明，那我以后留在这里时间久一点，她应该就比较没有意见。虽然我答应我太太，但是我不能完全不管方琦。我想参与她的生活，多帮她做一点事情。嗯，这样我比较了解了。还有啊，我想介绍一个病人进来，16岁。哦，16岁会不会太年轻了一点？老师。是什么样的案例？其他医院不能处理吗？其他医院已经看过了，判断是急性思觉失调。不过，我觉得还可以再观察一下。
话是这样说没有错了，不过把青少年直接送进我们这种办机构好像不太妥当。没关系，我让家属先把他的资料送过来，你们评估一下啊。至于住诊的事情，这个部分我会跟董事会讨论一下整个的流程，你放心了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谢谢啊。其实是我们康复中心很谢谢何医师愿意来住诊，这是我们的荣幸。哎，哪里哪里，应该的。嗯，做嘛嘅唔系唔想讲嘅，明明都分数嘞，今日我又走来呀，韩老珊珊有讲有笑，所以你都爱嘅想法，佢算来上用嘅，冇上嘅走到也含拉烟，也真是几好，那边做的本地冇个钱当嘅。他说他爱爱，可是怎么会这样对爱，他说他不爱爱，自己以后又怎么会爱在爱上的重新开始的世界出现，我真感动。在医院里没有比病人更重要的事，亚中太多，莫来做副领营员，拜托。我就做个陌生一切多数天天，你见状嘛该呢？你才忧郁症嘞！我哥没有忧郁症，我哥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啊？关好你自己家就好了。你要母亲噶？你怎么搞爱做这条事情？王碧秋值得吗？我忘了干嘛？你没给他眼神黑吗？干嘛给？你们醒了，你就拿来帮我太太黑吗？醒了没？抓我让他给我看啊！也有空多摸，也地天也爱叫。头摆给未来摩擦
骗你，我不在意，给他未来为什么才给你，我不在意，马该喜爱，你喜不喜，恨你也，就这都太严重，是的爱身边。走，一梦走的愁。